盘腿坐于瑜伽垫上，手摸臀部肌肉，向后向外端正坐骨，双手掌心向上放于膝关节上，缓慢闭上眼睛，吸气胸腔扩张，呼气内推胸廓排出空气。重复练习4到5组，鼻吸嘴呼，胸式扩张呼吸，可以有助于帮助妈妈改善孕期当中胸闷气短的现象，同时有助于缓解孕期胃部灼热、胃部不适的现象，帮助提升宝宝生长的空间。